你们离开此地的时候，仇家一定会拦截追杀。这三束提壶香用七星海棠炼制过，足以退敌，但不至于杀人，再添新仇。小师妹，多谢你为我们考虑的如此周到。我见过你们的仇家中了鬼蝙蝠剧毒而死。小铁，你好狠，使用无解之毒是本门的大忌。小师妹。 小铁大错，愚兄为此啊已经责罚过他了。哎，你看看，总，本门人善于用毒，但旁人深恶痛绝。因此，凡是无药可解的剧毒，本门弟子绝不可以用于伤人。是，师哥，师姐，他日天涯海角。 切记师父的教诲，后会有期。你贵姓啊？啊，我姓胡。侯爷，这辈子你要好好待程姑娘啊。啊？王大哥，我们才认识一天。一天？你骗鬼了！程姑娘一天能对你这么好？ 傻瓜都看得出来，难道我瞧不出来啊？王大哥，你是不是误会了？哎，程姑娘人聪明，心眼又好，这份本事就更加不用提了。人家对你是一片真心，这辈子呀，你要多听她的话，让她开心。我们都好了吧？好了，咱们走吧。好。 二师哥有何吩咐？小师妹，那三束提壶香要三个功力相当的人一起联手才能退敌啊。可小铁现在功力尚浅，愚兄想请小师妹，请小师妹。大师兄便在那箩筐之中，小妹带的海棠精液足够为他解毒了。二师哥，你为何不趁机考虑与他修好言和？ 自然不就有了退敌的帮手？师妹心思缜密，无不为我一家考虑周全。二师哥，你的头和脸都被打出了血，身上的毒气自然也都散去了，可别怪小妹失礼啊。回去照顾小铁吧。哎。